校长，我的名字叫做郑秋桂，他比较喜欢健走，我喜欢走路。以前我是走路上下班，那现在因为比较远啊，我就是走操场。平常我大概会打桌球或者是走路，我喜欢走路运动，因为走路它可以牵动全身大概95%的肌肉，所以走路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。那我喜欢去走操场，因为操场非常的宽阔，尤其下班以后跟小朋友一起运动，一起走操场，那小朋友会非常的热情跟我一起走，那老师跟同仁也会一起走，所以心情会非常的好。假日的话一定要到郊外去走一走，抒发一下这个情绪，因为平常工作压力也很大，所以呢假日我喜欢亲近大自然，然后去走一走，这个是每一个假日礼拜六礼拜天一定要做的事情。如果有时候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我大概会先离开我的办公室到外面走一走，有时候巡堂也是一种运动，所以说走操场跟巡堂大概是我比较